关注日本政坛，前任环境大臣兼首相热门候选人小泉进次郎今早宣布参加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他承诺一旦胜选出任首相的时候，将会尽快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小泉进次郎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宣布挑战总裁之位，除了是党内第六名参选人，也是自民党从1972年总裁选举开始采取推荐人制度以来最多人参与的总裁选举。顶着父亲，也就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光环，这名43岁的政坛新星誓言，一旦任相，将会延续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政府所落实的经济政策。他也承诺推动体制改革。他在2009年继承父亲的出战选区参加众议院选举，28岁就首次当选众议员，并在2019年时被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延揽入阁。